我们为上一堂课做一个总结，最后面一段经文，因为跟梁惠王上篇第三章节好像有雷同，都是一个治国之道，所以后学不再附送。可是我们透过这一段经文，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想法：无恒产则无恒心啊。所以人要能够饱足衣食之后，才能够去明理义，才能够知廉耻。那与我们学到有没有什么关联性？它是告诉我们，我们在三不离的时候，是希望能够让我们自己的道学饱足，让我们的修养能够不断的提升。可是我们面对一些我们想要成全的人，一些的社会族群，有的时候我给别人的一些的义理，你要先考量到对方的经济环境是不是能配合。那如果我们想要与众结善缘，那社会弱势族群的救助的工作我们不可以忘掉。就像我们中心在面对一些灾难的时候，他会先我们把救济的灾款先送出去，他的意思之一是一样。我跟刚刚跟前贤们提过，现在所做的点点滴滴都攸关将来我们菩萨道行的有多广有多远。所以眼前一切可以与人为善的地方我们都不要错失啊。那再拉回来讲，在管子的牧民篇里面他说啊：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一句话跟刚刚孟夫子举的叫梁惠王叫齐宣王，你要望天下，你第一个要解决民生问题，第二个你要有一个学校教育。那前贤们或许会有一个好奇，那不是说建国居民教学为先吗？那怎么这个地方又把饮食摆前面？这个叫做政治，这个两个环节就不一样，不能够仔细剖析了，因为时间有限。好，我们进入到梁惠王下篇。庄豹见孟子，他看到了这个所谓的去看孟子的时候，他就讲：豹见于王，王与豹以好乐。我昨天或者今天去看到我的王，我的王告诉我，我很喜欢音乐，豹未有以对也。我当时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我的王。王上位者，你爱好音乐是好事还好还是坏事？那所以他就问孟夫子：好乐何如？我的王好乐到底是百姓之福呢，还是对国家百姓不是一件好事？结果孟子讲：王之好乐甚，则其国其庶几乎。庶几的意思是一样，差不多。差不多怎样？差不多能够平治大治啊。王如果齐宣王如果真正的好乐的时候，这个齐国就可以大治了。齐国如果可以大治，国安他就可以平天下了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能够一个上位者好乐可以带给国家富强安乐？那是你要回到上古时代，知道那个时候的乐的含义跟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你对这一句话才不会有任何的疑问。读孟子就是你要考究这一段话它的时代背景，要不然现在大家都很喜欢音乐啊。你看如果开一个所谓的演唱会，哦，那个门票一抢而空，奇怪，也没有国家安定啊。原因在于哪里？过去的真正乐的定义跟现在不一样。那我们就回过头来，你到礼记上面去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定义点，那个资料就补全了。你们补不全的，你们自己回去看礼记。乐它的演进的状态怎么来？它本来是辅助性，音乐本来跟宗教是画上等号，宗教要礼敬天地神明。过去的人他对于大自然的一切他都有一个敬畏之心，所以河有河神，树有树神，井有井伯，城墙还有城隍。城隍早期就是对于
那个城市还有壕沟的一个称呼，他认为普天之下处处都有神明，这是以前的百姓对于不知的自然界的一种敬畏之心。因为有敬畏，所以希望跟神能够表达一个恭敬之心，维持一个良好的沟通管道，所以他们用音乐、用舞蹈来愉悦神明，来歌颂神明。乐的兴起的原始背景是这样子，跟现在不一样啊，对不对？所以经过周公代代的延续下来，到了周公治理做乐的时候，我们讲礼这个区块，讲到礼又更复杂了，乐就变成了人在宗庙，宗庙就是上位者，他要祭天地，或者在家庭里面你要祭祖，乡里邻里之间彼此互相一些社会活动的时候沟通的模式，在乡里面有所谓的庙会嘛，神明的节庆大肆铺张的一个什么一个庆祝，他乐就慢慢的成为一个从单纯的宗教上表达对神明的礼敬，然后变成人们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互相联系感情，维持人我关系和谐的一股很强大的安动的力量。所以以前的乐叫做雅乐，好，所以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亲近感，然后化解因为礼而产生的对立和矛盾。礼的东西是尊卑有序的，礼是讲究阶级的，家里面长幼有序，职场上尊卑有序，然后在国里面它的位阶是分得很清楚，位阶一旦清楚的话，它会产生前后上下对立的一个冲突。各位前你们如果还记得中庸里面谈到那个祭祀的那一端，孔夫子讲得很清楚啊，你敬酒的时候从什么地方敬，那些都属于礼，那礼会造成了阶级之间所产生的尖锐的一个对立，所以他用乐去柔和这个对立，让他能够在一个很轻松很平和的情况之下打破了阶级的藩篱，形成人我之间沟通里面没有任何障碍。所以乐的功能在于和这个字。所以当庄豹听到他的国王齐宣王讲好乐的时候，孟子会说，假如国王真的好乐，那齐国几乎就可以大治的原因就是在于乐的含义是和。国里面没有上下的对立，家里面没有前后的冲突，人只要一和，他万事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啊。这个是乐的一个兴起的一个背景，你了解这个背景，你就接着看为什么孟子他讲你好乐的时候国可以兴盛。所以有一天孟子有机会见于齐宣王，他就问齐宣王，王常与庄子以好乐，好乐这是念乐，你曾经跟庄豹讲你很喜欢音乐，这件事是对的吗？什么子、庄子、老子、孔子、孟子，子是春秋战国里面对人的一个尊称，所以不要把道家的庄子移进来，那就一文解义了。所以有这件事吗？齐宣王一听以为要开始说教了，要跟我说不可以好乐吗？所以王变乎色，马上脸色就变了，有一点不安了，就立刻解释，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只好世俗之乐耳。哎呀，我喜欢的音乐跟你喜欢的不一样啊，我们不是前人很喜欢声乐吗？坦白讲我比较喜欢寡喜，因为声乐我听不懂，意大利文听不懂，那寡喜还有肢体语言我就很喜欢。可是我要让我的孩子跟我一起欣赏寡喜的时候，我叫过我的犬子胡子犬女来听，他们两分钟就站起来讲一句话，一秒钟可以解决，他是为什么唱了十分钟他也不要。
所以我爱的他也不爱。所以这个齐宣王立刻跟这个所谓的孟子讲，我喜欢的跟你喜欢的不一样啊。所以孟子就讲，王之好乐甚，则其庶几乎啊，不要恐慌了，王，你如果真的爱好音乐，齐国真的可以大治耶，而且也没有古乐跟今乐之别呀，今之乐有古之乐也，立乐的基础一样嘛，都在于人和为贵嘛，对不对？答案是一样的，岂有古时跟今时之别？没有的。这么一听，秦宣王那个防备之心就放下来。哎呀，你可以告诉我，可得文语，这个为什么我好乐国可以平治大治呢？那如果人家跟我们说，哎呀，我很喜欢去听听某某歌星的演唱会呀，某某现在什么舞蹈团呢、啊？我们眉头就越皱了。皱到后面，人家说怎么样不对吗？修道人要寡声色之欲也，你就累死人了。所以孟子就反问齐宣王：独乐乐，与人乐乐，熟乐。你一个人喜欢听那个音乐，引以为乐，跟大家一起来共享音乐所带来的快乐，这两个相较，是一个人比较乐不可支，还是大家一起享受会觉得更好呢？王就讲，不若与人，人越多越好啊。吃东西也是这样子，很多人在抢的时候，你觉得那东西很好吃，你拿回家只有你一个人吃，你发觉它不好吃，因为没有危机的感觉，它不好吃。在人很多要抢啊，慢一步就被你吃掉了，所以那种惊恐之心会让你觉得很好吃，人的心态大概如此吧。那他又问，孟子又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熟乐。你不要只跟你亲近的那几个人享受音乐觉得很快乐，你跟所有普天下一起享受，两个来相较，哪一个比较乐？它的范围越扩越大。王又回答，不若与众，人越多越好啊。于是陈请魏王元乐，答案很符合孟夫子的一个要的答案。他就讲，让我进一步为你解说为什么您好乐，国家可以大治。今王鼓乐于此，你今天到外面去享乐，那一定会弹奏吗？鼓乐就是音乐声飘起的时候，仙乐飘飘，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百姓听到王宫里飘出来阵阵的鼓乐之声，知道王在享受音乐歌舞了。所以管乐之音之后，管乐之音钟鼓声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一个乐器的演奏啊。他说举几手，然后蹴而而相告曰，每一个听到的人就跟那个没听到的人就开始有没有眉头皱起来，彼此互相转过身来告诉对方，吴王之好鼓乐，我们的国王这么喜欢音乐，那符合使我至于此极也，怎么忍心把我摆在这么一个痛苦的境界里面？什么样的痛苦境界？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他乐不起来了，他听到你的音乐他也乐不起来，那为什么会这么凄凉？因为打仗的时候会有人战死沙场，因为天灾的时候会民不聊生，所以百姓每一天都在操烦自己怎么样能够活下去，他哪有那个心情去听这个音乐？所以今王田猎于此，听乐是在王宫里面响乐，听乐乐音飘出来，百姓有这样的一个感慨。那如果你到外面去打猎呢，田猎，凡你走过的地方叫做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毛之美，听到王您的军队您的车队走过的地方，马车的那种声音，看到那种所谓的旗帜的一个飘扬，知道你要出来寻欢作乐了。每一个看到人彼此举几手蹴而相告曰，吴王之好田猎，符合使我至于此极也。我们的国王这么喜欢游乐，怎么就不会想想百姓的需求，把我们弄到这么辛苦？怎么辛苦？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
所以为什么一个听乐一个游乐会让百姓如此的痛恶疾首？因为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你只有想到你的需求，你罔顾民生的一个需求，这个叫做不与民同乐。那今王鼓乐于此，然后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乐之音，俱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你在听音乐哦。”乐音飘出来，百姓听到以后都很高兴的彼此告诉对方：“吴王恕己，无疾病愈。我们的国王大概没有身体生病哦，玉体没有违和哦，因为没有违和，他才能够鼓乐嘛。如果生病的话，他还能够演奏吗？”换句话说，他是看你在享乐的时候知道你安然无恙，他就心里很高兴了。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毛之美，俱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吴王恕己，无疾病愈。”恕己就差不多应该没有生病了，如果有生病就不能够出来游猎嘛。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民同乐则忘矣。老百姓能够把你喜欢的，把你享受的，他感同身受，就表示老百姓所要的快乐已经得到满足了。那这份满足是你在这样一个分崩离析的天下里面，你的施政所带来的一个好的结果。老百姓当然很注意你的安危啊。那万一不幸半途死掉了，驾鹤西归了，换了一个新的君王，他没有照你一样行仁政的时候，他安乐的生活不见了，他后面隐含的寓意就是这样子。就像我们一样嘛，找到一个好的老板，我们就希望他一直永续经营嘛。你看那个台积电那个董事长要退休，大家都很惶恐，因为翘楚嘛，中央银行的理财的那个大主管，对不对，彭先生他要退休的时候带给很多人一些惶恐。哎，为什么？做得好嘛，谁知道你后继者能不能做得这么好。他的心态是一样的。古今之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带给人家安乐，别人就希望你与世长存。十条大愿不是有哦，普贤十愿有一个请佛住世吗？就是希望佛陀永在嘛，佛陀在，修道人才有一盏明灯啊。所以第一条就这样完了，也蛮快的，所以重复也好。林慧杰讲，那这样子孟夫子都在做小抄了，走到哪里讲的道理都一样，他不是做小抄，他跟滕文公回答的就不一样了。齐宣王问曰：“文王之域方七十里有诸吗？”听说周文王的花园有七十方圆那么大，真的有一件事情吗？真的有这种事吗？孟子对曰：“余传有之，古书有记载，是有的。”于是齐宣王再问：“若是齐大乎？太大了吧！”但是孟子讲：“民有以为小也。”当时的人还认为文王有这样的花园太小了呢，于是齐宣王就觉得这样子太奇怪了吧，寡人之幼，我现在的花园只有四十里方圆之大，文王七十里，百姓嫌太小，我四十里，我的百姓民有以为大，何也？他们为什么觉得我的享乐太过度呢吗？原因在哪里呢？这个幼就是花园，就是灵沼灵台的意思啦。所以孟子讲，文王之幼方七十里，虽然名义上他的花园有七十里这么大的一个范围，但是不是文王一个人独乐乐。畜饶者往焉，致兔者往焉。畜饶就是指樵夫、农夫之类的，打柴的人都可以进去砍东西了。那个猎致兔就是猎人啊，也可以进去打猎了。换句话说，虽然给王上建了这么大的一个游乐的场所，里面有花草树木，有走兽飞禽，但是不是只有国王一个人在享乐，老百姓透过国家的力量，他们在维护这个园囿的时候，
里面的资源百姓可以共享的，这个叫做与民同之。所以民以为小，不亦宜乎啊。有这么一个固定的地方可以让我们进去享乐，让我们进去取我们之所需，当然是越大越好了。就像我们现在到一些的所谓的国家公园，很大很好啊，为什么又不要付费？等他一决定要付费我就不去了，我就觉得他太大了，不要付费我就觉得他太小了。人的心态就是如此吗？啊，所以臣使至于晋，他赞美文王，又拉到齐宣王的现场。他说，我刚来你这个国境的时候，问国之大境，然后赶入啊，我要先问问你齐国里面有什么禁忌，我明白以后我才敢进来。就像我们去年如果去泰国，你不要了解一下人家那个时候正在服国丧吗？结果你花枝招展的走进去，你通关就很麻烦。他的老百姓不是白的就是黑的，您知道我多奸诈吗？我买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后面写着太王与我同在，当然是泰文啊，多好啊，对不对？走前面他看到太王，在后面他看到那几个字，然后我的长相又不是很欧美化，有那么一点土著的样子，哇，怎么跟我一样同在福国上，这个入境随俗你就快多了，是不是？哎，我是真的做了这一件事情啊。站在讲台上，我没有穿逼装啦，我就穿了那一件衣服上去了，投其所好嘛。你知道我们泰国道亲多么拥护泰王啊，那他哪管你讲的话是什么样的内容，颠三倒四他都来不及思维，光看你那件衣服，好啊好啊，先声夺人。各位前贤，这也是一个大忌啊，是不是啊？所以臣闻交关之内，我在探听你齐国的什么禁忌的时候，别人就告诉我，在这个荒郊这个关卡之内某一个地方，有玉有釉，方四十里，这就是您的花园。这一个花园里面，杀其迷路者如杀人之罪，哪一个人胆敢私下进去宰了一头鹿，杀鹿的罪等同杀人，就是你把这个花园四十里变成自己的游戏场所，老百姓不能进来，你动用老百姓的钱财建立了一个花园，动用老百姓的人力来维护花园，但是你却不准老百姓去享用，还定了这么严苛的条件，有私底下把鹿给宰的就等于杀人罪，那人命不如一条鹿了。如此来看，则四方四十里为景于国中，民以为大，不亦宜乎啊。那这个方圆四十里的花园老百姓不能够进去，如果一不小心进去，你能够想象方圆四十里有多大吗？就像我住在台北市，我始终不知道台北市到底范围有多大，因为我就没有看到四周有城墙嘛，对不对？就像一个花园，它外面没有篱笆的时候，我怎么知道它哪一个地方是王的一个禁忌之所？无意中闯进去呢，它就是死罪呀。以前是农业社会，渔猎农业就是老百姓的立命之所在嘛，那可见王死的人一定很多，一定有很多人这样无意中触犯了，被处死了，才会被老百姓这样不断的在传说嘛。那这样等于在国度里面摆了这么大的一个陷阱，等老百姓跳进去，那老百姓当然嫌你大了。这就是第二条。第三条，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我们跟邻近的国家要维持邦交有方法吗？所以你们好好学嘛，你们好好学，你们从政一定是翘楚吗？台湾现在就不是很需要交邻国有道乎吗？孟子就对曰啊，这一句话你真的要读，这个就是在道德经老子也讲了这一段话，所以儒跟道的思想如出一辙啊。孟子对曰，有交邻国他是有方法的，为人者唯能以大事小，是故汤是葛，文王是坤矣。他说只有那个有人心的人君
他能够以他一个强国大国之姿，他去照顾弱小的国家。当年文王他之所以能够发迹，他本来是一个小小，再小到像什么，像鼻屎一样大的占据地，就是因为他当邻国有灾难的时候，他毫不保留的去帮助邻国抵抗外侮，然后当邻国的外侮去掉，他也没有任何条件的就撤兵，他没有去占领那个国家，所以很多小国就不约而同依附在他的身上，他就从那么一个小小之地扩展到商朝的天下三分之二为文王西岐之地，他是这样子起家的。所以汤是个举商汤跟葛伯，文王跟昆仪，那这两个故事啊在你们的书上有记载。那所谓汤是葛，这个是在后面滕文公篇讲得很详细，这两个葛跟昆仪都是蛮夷的国家，不知道自己力量是那么的微弱，还偏偏跟这些大国去做挑战。你叫文王他一统天下，商汤也是一统天下，这些蛮夷之邦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可是他遇到的是人君啊，所以即便他们无理取闹，没有任何恭敬之心，商汤跟文王都用一个人心之道去对应他们，安抚他们，满足他们的需求，而没有兴兵把他灭掉，唯仁者能做到，仁者爱人嘛。那为智者唯能以小事大，只有那个上位的国君有智慧的人，他才知道在强国环伺的情况之下，小国要主动依附大国的，你不要老是去挑衅嘛。所以像大王是心欲勾践是吾，他这个大王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太王，太王就是周朝的祖先，所谓的古公胆父啊，文王的祖父啊。文王的祖父的时候，他当年勋玉，勋玉就是你我耳熟能详的匈奴了，他不断的去欺凌这个北方的疆土。那这个古公胆父呢，他以大国之姿，他可以去安抚什么，安抚这个匈奴，满足他的需求，他不会轻易的出兵打仗，一方面爱惜名利，再一方面不忍在战争之下双方国土变成焦炭，这就是仁者之心啊！我委屈我自己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消弭战争，没有战争百姓才可以安居乐业。勾践是吾叫做智者，勾践被吴国给打败了，是西施跟月离的故事吗？最后勾践到什么，到吴国去卧薪尝胆20年，就是为了有一天他能够回到自己的祖国，然后一泻前耻。那我修道人就不要这么辛苦了，卧薪尝胆就为了君子报仇20年不晚，太累了，小心啊，王袁盎跟赵错的故事啊，一缕芳魂死得飘荡1000年，只是为了要报一个仇，那1000年做孤魂有鬼，不觉得很无聊吗？可是你看不破的时候，你就放不下那一点恩怨情仇啊。所以虽然是小故事，有大道理。所以以大事小者乐天者，那个能够行人道的，用大国去满足小国的需求而不兴兵打仗的人，他是乐天道。乐天道就是取法天的好生之德，他不轻易的动用大国的武力去压制小国，他不会。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那个有智慧的人，他会能够以小去释放大，释放那个大国，是在于他敬畏天道。天道是什么？前面刚刚讲的嘛，强跟弱之间，大跟小之间，寡跟众之间，寡不敌众嘛，弱不敌强啊，他了解这个事实啊，所以他敬畏天道，敬畏天理，他就会让自己臣服在大国之下，来谋求一国的一个安息。只要让我国土内的百姓他没有战火的涂炭，他委屈自己又有何妨，
这边的人跟智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但是不论仁者智者都符合于天道，而不是考量一己的利害得失的关系。注意这一个考量才是符不符合于天道的。所以乐天者保天下，仁者无敌，打破天下无敌手，因为你不轻易的残害民命嘛。为天者保其国，小国只要敬畏天道，愿意去俯首称臣，那就可以让自己的国家立于不败之地。所以诗经上讲，为天之威，于时保之啊。不论是大国小国，如果你能够体天之道，行天之道，那么你就能够保住自己的国家。时就是事，就是这个，你就能够保住自己的国家，立于什么？立于一个安全之地。所以这个完全跟崇祯有直接的关系啊。所以王曰：“大哉言矣！”这是赞叹孟子，哦，这个道理真的很好。可是问题来了，我做不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我很喜欢打仗啊，对不对？我有这么一个疾，就是盲点呐、啊，有这么一个弱点。孟子又跟他讲：“没关系啊，喜欢打仗，喜欢勇也没关系啊。王请吾好小勇，我不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射来一个箭，我轻轻就把你拨回去。”这就是孟夫子的才智兼备啊。他说：“夫辅箭即是。”古十二人佩剑表示社会的地位。我们在研究孔子一生的时候就提过，孔子的父亲娶三个老婆，只有孔子他是一个健全的人，可以承得起家族的门风，所以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他的大哥，因为他有残疾脚不方便。可是代表家族地位的那个佩剑，孔子的父亲指定留给孔子。所以孔母带着孔子离开家庭的时候，身无长物，只有那把佩剑。所以佩剑是代表什么？每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所以他说啊，王你要好大勇，不要好小勇。什么叫小勇呢？辅剑即是，配着剑，拔着剑，然后一夫有那种一副气概盎然，一夫当关，万夫莫敌，比乌敢当我宰，看看我这个气势，你们哪一个敢来跟我挑战的？这匹夫之勇嘛。这就是中庸里面孔子问子路讲：南方之强，北方之强，意思说子路啊，你不要老是北方之强，北方之强就是好勇斗狠，血气之什么之勇嘛，不足取哉啊。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智。你这个是一个人跟你打来得快，你还能够敌得过？人多呢，寡不敌众嘛。所以你要把你的勇扩大，变为大勇，从小小的匹夫之勇扩大为一个大勇。大勇的地位是在哪里？他就引用《诗经》所谓文王的那个一个记载。这个如果谈他的来龙典故，真的也很辛苦。好，王贺思怒，文王生气了，元整其旅，立刻就整装他国内的一些军旅，旅就是军备军队，以贺除举，举是一个举国。当时为什么以贺除举？文王为什么要兴兵？因为有一个叫密须伯的，那这个国家也是个小国，他任意的出兵打一个比他还小的举国。那文王居为一个大国，他希望各个小国之间彼此和睦共处，不要有战争。所以密国的国人派出军队要去攻打举国的时候，文王屡劝不听。所以当密国的军队出发了，文王就立刻带领自己国家的军队也出发了。所以阻举就是要阻止密国的军队进入到举国去伤害举国的人。那文王的这一个动作以堵周户，这个堵就是厚实，他能够帮助另外一个小的国家的百姓不要有战争的荼毒。这样一个人民人君爱子之心有没有？等于是增长自己的周家家族的那个所谓的后福了。所以
对内增长自己家族里面的福气，就可以保百代万代的子孙平安无恙嘛。对外他有交代，以对于天下，因为天下的诸侯国，特别是小国，对于周，对于文王有很大的一个期待，所以文王就没有让当时的小国失望。所以尽管不是打他，他还是派兵出去，此文王之勇也。这个就是文王的勇，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文王一怒的典故就是来自于密国要去打莒国，文王为了保护莒国的百姓，就出兵把密国的军队给赶退了，他也没有赶尽杀绝，把他阻止进攻，让他撤退就好了。所以书经讲，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啊。他所有的黎民百姓都是老天降下来的，这个倒还符合我们的皇母殉子实践，你我都从天而来，光阴天。那为什么从光阴天而来？天父想尽不得不来啊！有一本叫做《启示经》，详细的很清楚地球形成的过程，然后还有这个人沉沦的那个所谓的每一个环节都讲得很清楚。你们知道人的沉沦从哪里来吗？你有家归不得，真的是从贪吃而来耶。贪吃，贪吃。经书记载是如此，我都看过，《阿含经》里面有记载。所以吃还是人的一个大憾呢。这个不能再讲，讲了又不要上课了。意思是说，天下的百姓无非都是天的百姓、天民嘛。所以你要爱护百姓，就如同你敬畏天一样。那百姓群龙无首，才立了国君，立了老师，让你能够领导他，领导他让他能够什么安居乐业，立老师能够教导他知礼义辨是非嘛。所以违约齐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唯我在。所以他就讲了，你们这些人，这些做君的做师的，是要协助上帝把这些的天民，这些的百姓给他教导好，因为你们达到了你们的责任，所以你不用耕种，宠之四方，就给你那些的官爵，让你衣食无虑嘛。这个宠之四方是针对那些君跟师而言的。那换句话说，你有这个君位，有这个师位，是来自于你担负起这个责任，你让百姓能够活得很自在嘛，你让百姓这个知诗书明礼义啊。所以有罪无罪由君由师去做一个判断，他岂是你旁边的人可以随意所谓的兴师问罪的。这一段经文就跟道德经的里面不是有一句话讲吗，老百姓只有天能惩罚，我们随便拿了刀去砍人会砍到自己手的，自扎伤口。 OK， 我就知道看我们领讲师一眼他就知道我要什么答案了。所以儒道的思想如出一辙，所以这个唯我在是指君跟师啊，你的责任就在这里。什么叫做有罪无罪？百姓做的对还是不对？责任在哪里？罪在政公啊，百姓无罪啊。如果你真的把一个国君的责任担负起了，让黎民百姓都能够抚足以养妻子，养足以孝父母，他就不会为非作歹。天下何敢有越绝志？绝就是指那些百姓呢、啊、百姓无非要的就是能够吃饱温饱，所以他为非作歹是要满足最基本的人类的需求。如果你做到你该做的事情，老百姓哪一个敢去为非作歹？就不敢了。所以养不教父之过嘛，教不严师之惰，三字经里面说的。所以一人横行于天下，这个横行就是螃蟹的横行啊，武王耻之，他是指商纣王宠妲己的那一位，是武王之勇也。武王认为商纣王揽天下的财富，纵情自己的一个享乐，武王引以为耻，
一意为此，民心又完全归向于武王，所以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所以文王之怒跟武王之怒，武王之怒安天下，就开创了周国的一个历史朝代的新气象。文王一怒是阻止那个小国侵犯举国的一个动机啊。所以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所以假如你取法文王，取法武王，当你知道有小的诸侯国被大国给欺凌，你责无旁贷的出军去协助他，那请问你，那老百姓还很怕你不够勇呢。所以小勇是成匹夫之勇，满足自己的血气之勇，可是大勇是能够造福人类的福祉的。所以勇没有不好，但是独勇之前，它就是自作孽有可为，天作孽不可为。所以我们在顺逆之间呢，都是要乐天，都是要畏天，只要行为合于天道，就绝对永昌而不坠，不会堕到亡败的那一刻啊。第四条，第四篇，齐宣王见孟子于雪宫，雪宫是齐宣王的别宫，别宫是这些的诸侯王他们游乐的场所。我们对于清朝的历史比较理解，哎呀，这个乾隆要下江南呐、啊，康熙要到什么热河啊，那个都叫做别宫，别宫的名字叫做雪宫，太好听了。所以王曰：“贤者亦有此乐乎？”跟梁惠王问的一样，你们这些贤人之士也会有这么的快乐吗？在雪宫里面看到小鸟啊、花草啊、树木啊、歌舞女郎啊，那你们这些贤者也会有这种快乐吗？孟子对曰：“有啊，当然有啊。他人不得，则非其上也。大家都喜欢有这种快乐。”当我得不到这种快乐，非其上就是批评自己的上位者。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这个得不到这种的享乐而批评上位者的人，非就是固然是不对的，两个非意思不一样。但是为民上而不与民同乐者，亦非也。你作为一个一国之君，你却不能够让老百姓跟你一样有这种悠游的乐趣，你也不对呀、啊，老百姓得不到快乐，怪国王有没有不给我安乐。老百姓妄言批评是不对，但是你国王也要回头想一想，做之君做之师，不就是让老百姓安和乐利吗？他为什么得不到他想要的呢？所以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这一句话的意思很简单，以民之乐为乐，以民之忧为忧，那你就是与民同忧同乐。所以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忘者谓之有也。民之乐为己乐，民乐是什么？你上位者能够亲仁者，能够造福百姓，老百姓就有福嘛。那老百姓忧什么？忧战争让我们家庭破碎，让我们流离失所，那你就不要轻易心动战争嘛。所以上位者的一切的好要都与百姓同的时候，就是你能够体贴入微，了解百姓的需求在哪里，你这样就能收服民心嘛。收服民心，民心归向，就像沛然的大雨下来，枯槁的苗全部都抬起头来复苏了，那个气势谁能挡得住呢？所以要收纳民心，收纳民心就是要改造你施政的一个方向啊。习者他就举齐景公为例子，齐景公的宰相是晏婴，晏婴知道吧？那个无耻之人，无耻其实也蛮高的，160多公分。你们知道早期台湾的男子平均身高多少吗？我在念书的时候曾经去救国团，刚好有机会，160多太高了。我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去整理，跟一些的打工的人去整理台湾的所有男生的兵籍，
或一个一个看，哇，一百四十几，一百五十几，真的，还是我很不幸拿到的都是矮人国的，因为我们在分嘛，这是差不多四十多年前了。我那个时候是高中毕业进大学的时候攻读，结果我就被派去这个工作。那个地方很隐秘，在一个坟墓的下一个大坟墓的墓地的下面。那我们去七八个，去的路线我们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在军车里面坐着，他就绕啊绕的去，不知道出来不知道，等到出来再等车才知道，哇，这是蒙阿坡啊！他那里面确实的身高都不高。那大家现在看一看自己昂藏之躯，高人都在我们宝光绍兴。这一段我们来看，齐景公问晏子，他告诉晏子，晏婴是宰相嘛，吾欲关羽转赴朝母，转赴朝母就是两座山，阳明山还有花莲的太鲁阁啦，当然不是这两座，这是两座山的意思啊，都在山东啊。后学刚开始看的时候，他是要去跳舞吗？我搞不清楚，他一看细看，原来是两座山，意思他要去外面寻什么？寻衅寻首。那遵河而南，他就沿着这个海线一路向南下去，放于琅琊，就是到什么？放就是要到琅琊为止，最极端的地方。那吴何修可以比于先王观也，过去的圣王他们也有出游嘛，也有巡守，我现在要怎么样做我才能够出去有那个庞大的声势，让老百姓乐于看到我的出巡呢？他就问晏子该怎么去做准备工作。晏子对曰，善哉问也，问得好，天子视诸侯曰巡守，天子能够到诸侯的地方去巡查，那个叫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所谓的巡就是要查看，我把诸侯派在这个地方是希望他造福百姓，到底派给他的工作他做好了没有，这叫巡所守，诸侯的职守。那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就是每一年的时节诸侯要亲自或者派人到天子的那个国都里面去跟这个天子报备我这一年在地方的一个施政的一个成果，然后拿到天子，他规定每一个地方诸侯国一月二月到十二月每一个月该做的事情要怎样做，他要把那个大方针带回到他的地方国，然后照着那一个天子制定施政的月份去施政，所以天子的政令可以达于诸侯，这个记载你们去读礼记的月令里面就有记载。好，他的述职也不过就是表达自己在地方上这一年的所谓的治理百姓的经验，所以不论巡守不论述职，在天子在诸侯你们做的只有一件，无非是者攸关百姓祸福的事情嘛，如果造福于百姓，百姓就快乐，如果施政不当，百姓就遭殃啊。说穿省耕而不足，那天子到去外面巡守的时候，春天看到百姓在耕种了，他到了那地方刚好在耕种，他要问问看你耕种缺不缺种子啊，缺不缺农耕的器具啊，人力缺不缺呢？如果缺的时候，他就要求当地的地方官要去补足老百姓的需求。然后秋审练而助不及，练就是收获，他如果秋天出去巡守的时候老百姓在收割，他就要问老百姓，你今年一年的辛苦收获够不够你家里面的饮食所需呢？如果不够，他要开仓赈灾，这个叫做助不及。所以夏宴里面，夏宴就夏朝的谚语里面讲，吴王不忧吾何以忧啊，我的国王如果不出来巡游的时候，讲巡守他虽然有公事也有私事嘛，游山玩水嘛，可是因为过去的圣君他能够做到这些事情，所以当他去巡守的时候，老百姓引颈期盼，哎呀王啊你快点来呀，
你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得到休息的机会。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力不足，你可以补不足吗？对不对？啊，无王不欲，无何以住？不欲跟不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用相同的不同的文词表达相同的意思，不会有重复的感觉。他国王如果不出来巡守，我又怎么能够得到帮助呢？所以一犹一豫为诸侯度啊。所以当天子巡守诸侯国的时候，在巡守的过程里面，他的一切的行为就可以做地方诸侯的表率了。诸侯也会到外面去游山玩水嘛，那你不要纯游玩，你要知道你当天子巡守，当地的诸侯一定跟在旁边，你要看一看天子是怎么做的，这样不是就能够让百姓安居乐业吗？为诸侯度，就是度，就是说天子的行为可以做诸侯国的一个表率模范。但是今也不然，他现在的人就不是这样子了，施行而粮食，当军队要往外去出行，因为天子国王要巡守，要派军队保护啊，那这个军队要出动就需要粮食军需的供应啊，那就不是自己的粮食，就开始搜刮百姓的，走到哪里吃到哪里。乾隆游江南不是劳民伤财吗？然后百姓已经饥寒交迫，又为了供养你这个天子诸侯国的巡守，我还要有额外的一个粮食的承担，所以饥者服食，老者服席啊，饥饿的人更吃不饱，劳动人根本得不到喘息了。所以他就讲到卷卷什么卷卷许禅呐，卷卷是用那种愤怒的眼光看着你，所谓的眼光可以杀死人的，他的眼睛可以表达很多感情，柔情似水可以甜死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充满了凶恶的眼光，他会杀死人。我大概属于这种所谓的卷卷续禅，我就很喜欢柔情似水，我对着镜子演练过几次，很恶心啊，实在演不出来。刚开始学到嘛，也知道女子属阴嘛，阴要柔啊，所以尽管里面很刚，也希望行为很柔啊，所以对着镜子做表情啊，希望张兄回来有一副截然不同的面貌，怎么看都是皮笑肉不笑，哇，真的很恶心很恐怖啊，我都恐怖了，那一开门迎接他，他就退避三舍了。哎呀，我什么花招都想过了，我的降服术可多着嘞，但是都很有效，到现在还愿意坐牛马奔驰于荒野。为什么啊？这个就是要用技巧啦，家里面也要收服人心呐、啊。所以彼此之间，老百姓因为你上位者的出行得不到喘息，得不到粮食的一个满足，所以彼此都愤恨怒目相视，民乃作特，这个民就所有的老百姓怎么样，他都在心里面有没有有怨恨之心，因为得不到喘息，因为不足以养家活口，就私底下做一些奸佞的事情了，那就偷鸡摸狗嘛，匪盗之徒啊。所以方命虐亡，饮食若流，流连荒亡，为诸何忧？方命虐亡，方就是你违背了，命就是天命，坐之君，坐之师，所有普天之民皆是天民，老百姓有天民给你立国君，是要让百姓无后顾之忧，但是你违背天命的意思，你虐待百姓了，其实这个命也就是什么，等于是你违背圣王的教化，圣王是尊天命嘛，那你尊圣王的教化也就尊天命，你违背圣王的教化你就违天命，虐民就是虐杀百姓，就在你巡信的时候你虐杀百姓，那个饮食我们现在流水席啊，军队那么庞大，那个供应的数目太庞大了，所以流连荒芜，流连荒芜的意思有没有，就是导致老百姓他私底下作奸犯科，
所以为诸侯忧。当你离开以后，天子巡幸收拾残局的是诸侯国，他们就开始忧心了，因为这一阵的骚乱不知道让百姓的心有多少的动荡。那这个流连荒芜，各位前贤你往下看，这个流连荒芜真正的意思就是形容到国君在享福的时候百姓是怎样的处理。从流下来，从上游往下游走，它是顺着水流，对不对？乐而忘返的意思啦，谓之流，叫做乐而忘返。从流上而忘返，那如果从下游往上面走呢，那叫逆流。逆流的时候，老百姓他要让这个王的船能够行经这个水流，他要什么？像四川的人，他要什么？要拉纤，他旁边要有百姓在岸上拉着绳索，让那个船能够逆水行舟。所以不论是从上游往下面走的流，从下游往上面逆行的连，他谈的就是你上位者的君王诸侯，当你在纵情于声色的时候，你带给老百姓的是什么？所以从寿无厌谓之荒，乐酒无厌谓之亡，贪杯好色了，这个叫做流连荒什么荒亡啊。所以先王无流连之乐，古时候的圣王他不会在巡守的时候谋一己的私乐，也没有荒亡之行，就刚刚那种老百姓不得喘息的苦境他不会出现。所以为君所行，您现在要去山东的那两座山，你现在就不可以取法现在人所做，你要取法圣王，不要扰民，要自己储备粮食，然后出去要去补不足，那百姓就很希望你天天往外出游了。把这段讲完了，我们再下课，很快乐。所以景公听完晏婴的分析之后，毕竟能够成为五霸是不容易的，他立刻讲大戒于国。大戒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戒就是公告天下，告诸老百姓我要出去巡守了，另外一个就是整装戒备，我们要出去了，然后就在郊区建设了王者要休息的别馆，这个叫出设于郊。于是使心发补不足，开始储备，我在巡守的过程地方有不足的工具粮食，我要怎么样去弥补百姓的一个欠缺。他在取法先王之道，然后召太师跟太师讲，为我做君臣相悦之略，意思说我这次的出行是举国上下一体同欢了，你现在帮我制作这个乐，那这个乐里面就要表现出举国欢腾的样子。那这个乐留到现在叫做什么？叫做征召，这个不念召了，这个念什么破音字叫什么？韶韶哈，征韶还有绝韶，这念绝韶，两种雅乐。所以齐诗曰啊，在诗经上记载，叙君何由，叙君者好什么？好君也。叙君就是面对上位者做错事的时候，我们该说该做的我们勇于去做，这个叫叙君。一个上位者即将犯错了，我们勇于去直谏，他有什么错呢？由就是他没有错，因为放纵上位者为所欲为，害的是黎民百姓，民怨沸腾，国就会濒临于灭亡。所以把上位者国王所犯的错做一个适度的修正，可以让国泰民安，所以可以跟上位者做任何的一个善意的劝谏，那对于国家对于百姓都有正面的效果。他有什么错呢？这是今天要跟前贤们分享的这一个段落，梁惠王篇的什么第四篇下篇，下一次我们再进行到后半段。感谢天师的，谢各位前贤。